干爽。早上来才好好的一下子情况就很糟。我们本来想要急救，但是他已经写了说不放弃急救，这样也好，这样也不必那么难过那么痛。他眼睛都不闭耶，我跟亚萍跟他讲说我们放下了放下了，他才稍微闭一下。这样也好了，脱离痛苦。是啊，他得这个癌症总共十年的时间，你看看多痛苦了，我可怜的孩子。你放心的走吧。来这两天都没有办法讲话，我几乎每天都有来。我们都是开车从地下室下去的。我其实有帮他争取到从美国来的最新的抗癌，但是他下个礼拜一次才回到，他就是等不到那一天了。辛苦了，赶快回去了，不用开车。哦。加油！加油！啊！啊！辛苦了。